如果没有实验对象建立起的信赖关系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实验，所以我没办法做到。我明白了，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虽然有我在控制着电脑，但心这种东西相当不稳定，不知何时有可能暴走。如果在你进入里面的时候暴走了，而连接也断的话，那么你就将永远作为一个意识体，徘徊于那个家伙的记忆中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没有办法从这个地方走开，连接是否中断由你自己决定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明白了。想要切断连接的时候，就要回想起手边开关的样子，然后默念按下去就好了。还有，恐怕心理创伤潜藏在那家伙的记忆的最深处，找出它，然后进行治疗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消除那一部分，这么一来，理论上就应该能治愈它了。消除的方法很简单，心理创伤的部分应该是呈人形状态的，把那家伙杀了就行。哦，那么具体哦，杀了，毕竟是人形的，单纯来说就是表现出人形。总之，不管表现出什么情况，只要将其消除就可以了。但是，万一心理创伤所在的记忆太过深藏而又强烈的时候，这种时候就没有办法删除，那个时候就只能将他说服了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那就试试看吧。我想存档哎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还是觉得比起说服，不如早点杀死他比较好。你就选你喜欢的方式吧。开始喽！不要开始啦，我要存档啊！进来，我想要治好你，你再忍耐一会儿。啊，我要存档啊！这也就是进来的记忆。总之，去找找看那家伙发病的地点吧。那肯定是以心理创伤的形式存在着，得找出那个来。进来，我不喜欢被弄痛啊，我会小心的。磨磨蹭蹭的做什么？快去！哇，这个，哇，想想就刺激。是。哎，那是小时候的记忆。今天班上的女孩子对我说："你根本没有被爱着。"她们说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，被父母给抛弃了。爱到底什么东西呢？到底什么东西才叫爱呢？爱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呢？完全搞不明白。今天妈妈会不会回答我呢？回去吧。季奶又是被欺负了吗？虽然消除机缘是要用物理消除，是人要进去把这个记忆消除，想想就觉得很夸张。这应该会有两个结局。这边不一样哎，这座设施将在今晚下午2点关闭，投放能促使 Xeno 患者症状显现的药物，并将他们弃置。我们要尽快逃出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杀掉所有的患者。虽然这是残忍的决定，但也没有办法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没有办法接受。因为国家也不再提供支援金了，委托我们将本设施进行解体。Zeno 患者被抛弃了，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够了，闭嘴！后知，把这个家伙带到外面去，赶快做好逃出的准备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？那些家伙并没有治愈的可能，只是还没有找到确立治疗的方法而已。但治愈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可是为什么一旦觉得碍事，就要把他们全部杀掉呢？就算现在也为时不晚，得阻止这个计划。后知你，我终于办到了，成功了，我把琴也杀掉了。原来这个时候坏掉啊！天哪，
哦，这个时候后置坏掉，我把你的记忆全部消除，你将失去记忆，忘记自己是谁，在这种情况下被疯子攻击，然后死去，你就尝尝吓的感受吧，去死吧！我把你想要吃掉的家伙丢给你了。治疗的时间到了，把你的记忆也消除掉吧。我们之前约定好的，消除记忆的话，症状也会轻一点。治疗？对对了，消除记忆的话会治好的，但是不久就会想起，一点一点的回想起自己的记忆，你将被杀人的冲动控制，然后。杀掉前夜，杀他，杀他！哈哈哈哈！过来，进来。这不是个好孩子吗？来吧，闭上眼睛，会变得很轻松的。我想治疗这个疾病。前野医生，对不起。继续混乱下去吧，钱也会死的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所长，接到联络，是官方长直接打过来的。什么？给我！这怎么回事？官方长，你竟然在我们逃出去之前！把设施的门给关上了。我没有告诉过你吗？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患者，这个设施里的所有人，3天之内都将禁止出入，将所有可能感染的人全部处理掉。你也不例外啊，苏总先生。那就再见了，拜拜。完了，我们都已经完了。哇！哦，原来这边死掉3个人，原来是所长哦。好，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连接起来了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国家下达了命令，将这座设施给封锁了。但是多亏了这个，我也明白了，我进来只是碰巧晕倒在里面的，因为门锁没有打开，所以碰巧得救了，所以这座设施才没有人生还。医生跟员工都被患者攻击，束手无策的死去。在那种患者之间自相残杀，受到吃人冲动的驱使，就因为自我厌恶而自杀，结局显而易见。恐怕这明明就是进来的转折点了，应该能找到 Zeno 发病的原因，心理创伤所在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，才把杀人当成爱呢？往前走就知道原因了，就存档点。今天妈妈也没有给我回答，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吗？我今天也得了100分，在学校吃饭也没有剩下来，也是带微笑的好孩子。对了，今天也去那里吧。没有人会欺负我，没有别人在的，能让我好好休息的地方。你要去哪里？等等我进来。等等我，这个地方是……住手！为什么？我自己，这地方是我吃得下的地方。什么声音？有谁会来吗？藏起来吧！不是吧？他不该不看到我吃掉下吧？哎 钱也吃掉下，所以他才变成以为那是爱吗？哎，不会吧？这太荒唐了！
会发生什么？本来以为进来的是男人，结果是女孩子追过来了。这是真的哎！快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哥哥怎么了？住手！我的 Dino 好像病发了，别过来，快逃，快点逃跑！哥哥，你现在非常想吃人肉，对吧？我明白的，我明白的，因为下野幻影有 Zeno 啊。哥哥，我的话，如果是被哥哥吃掉的话，也愿意。什么？直播地震？没错，我现在脑袋也发生地震。原来是这样子哦，你们关联性也真是强烈。不对，我想被哥哥吃掉。啊，原来这就是爱，把自己看到。女孩子没有抗拒，她是打从心底接受了自己被吃掉这件事情。哥哥一边哭泣着，一边将女孩子给吃了。这就是爱吧？不行，进来。这就是爱吧？啊！我脑袋在震动啊！非常的美丽。别到那边去，进来。我也想要被爱着，想要那种能包容一切的爱，想要去爱，想要被爱，我也想变成那样。你说你想吃别人，还是你让他们想让别人吃你？太夸张了 一。我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去除这个？我要自杀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个不是早恋。等一下，这都是我的错吗？全部都是我不好吗？这段记忆的冲击太强烈了。你看到了我吃人的场景，哦，你将这部分记忆给忘记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所受到的冲击。感动却深埋于你的体内，根植于你的心底，无法铲除。所以，就算消除记忆也是没有用的。追求爱，那是你的行动理念，也决定了你这个人。这对你的一生造成巨大的影响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在追求，那家人也给不了我的。周围的人也给不了我的所谓爱的形式，我想，那正是爱，那给予我活下去的希望与目标。如果失去了这份记忆，那我可能就不再是我了。季乃，如果失去这份记忆，那我肯定会死掉的吧？这样也没有关系吗？他死掉是指说对爱这个东西的追求吗？浅野秋，只要杀了你，那我一定也懂得爱的，我会得到满足，而我的病也能治好。不是诶，是应该是你要奉献给别人吃才算的，你好像反过来的呢。你不这么认为的吗？能乖乖的被我吃掉吗？还说你不想死啊？怎么办呢、啊？这怎么选呢、啊？我的天呐、啊！让 我想一下，我不想死，就是回到我们最初的目的，应该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结局。哈、啊，秋风早安，安安哦。
就是你啦，还整个地震，现在害我脑袋都在震动。先选是吧？咦，可以啊，你愿意接受我？杀死了自己好友的妹妹，让我并发了灾难，你承认这些罪孽吗？耶稣，浅野秋即将死去，即便如此，你也愿意接受我吗？是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后肢仪是怎样？有没有反应啊？我会杀了你的，我会杀了你的，浅野秋。我会用这双手杀了你，然后吃了你。喂，你都不挣扎一下，还在发呆，会死的。这个人现在容许我将他杀掉，被杀了也没有关系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我得杀了他才行。只有我能杀了他，只有我。可恶！如果离开这里，实验就会失败。浅野，快挣脱啊！浅野，咚咚咚咚咚，对不起，浅野，喂，求。哇！杀掉了，杀掉了！我把杀人者给……正如你活下去所必须的，是浅野秋一般，我活下去所必须的，也是浅野秋。浅野秋将永远属于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放心吧，我不会吃了你的。下，对不起，哥哥没能报仇。这三个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浅野啊。来吧，我会把你吃的，浅野。咦，为什么呢？不像平时那样。有吃人的冲动，要继续进食很艰难，喉咙好像在阻止我进食一样。为什么？好奇怪啊！我为什么我的心情没有一丝改变？只是吃了而已，只能意识到这个事实。好奇怪。明明浅野已经死了，明明已经没有办法再爱我了，为什么？肯定，这个世界上已经不会再有人爱我了，因为就算触发了我的契机也不行了，也没能给我爱。他刚这一瞬间应该杀掉那瞬间他的病好了，他好像触发了另外一个 Zeno 的开关，所活着的意义，这一刻全都消失了。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爱了，就算继续在这种监狱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意义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爱我呢？我所追求的东西，到头来都只是个骗局。那种完美的爱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。为什么我还活着呢？告诉我，医生。好，这就是一个悲剧结局啊！所以他根本就好不了啊，因为他在治疗的过程中，应该是有开始体会到什么是真的爱吧。但是想要追求的爱是杀掉千叶嘛？那他疾病好的那一瞬间，或许他没有另外一个疾病，没有另外一个 Zeno 出现啊。但是，因为他亲手杀掉他真正爱他的人嘛，所以他觉得活在这边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应该就这样子。这个剧情，这是第三个结局，他是给坏结局惩罚，给惩罚，
这算惩罚吗？这也不是他的错啊，是他的病的问题啊。这惩罚是惩罚谁啊？我觉得是感觉竟然不是没有错。以这个故事的脉络来说，生病的纪乃他想要追求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，不是没有问题啦，是照这故事是这样走下去，他追求钱也没错。那他把钱也杀掉了，这些都治好了。的确啦，有点难搞，以客观角度来看的话。